This is Wolf Media's rallying cry, a cry for freedom and justice. You're watching Wolf Media. Follow me, come to the free land.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p r 鲁。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欧洲中世纪简史》的第三十四集。 第一次石军东征，那么这个话题应该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很多朋友，呃，都听说过石军东征的这个赫赫威名，因为他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上、很多的文章中都看到过。但是我们对他并不是非常的了解，也是众说纷纭啊。今天我是从我自己的角度去给大家来介绍。那为什么说是第一次石军东征呢？因为石军东征的跨度很长。 它是，呃，从一零九六年开始，一直到一三九六年，先后整整三百年的时间，有十次这样的军事远征。它主要是由西欧的基督教徒，在狂热的宗教狂热的召唤下，对呃穆斯林占领的地区，主要是小亚细亚，还有近东地中海的呃东岸，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军事征服。 这个我们称它为“四军东征”，因为第一次呢是它的起因，也是比较重要的一次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第一次单独拿出来做一集来讲。这集我将要从“四军东征”的起因、以及动员，还有它的组成人员以及它的一个过程来给大家来做介绍。那我们先看它的起因，我们首先必须要记住“四军东征”这个历史性的事件。 发生在是一个宗教教会改革和呃宗教普遍复兴的一个时代，也是呃欧洲逐渐逐渐恢复元气，而且他们解决了内部的隐患之后，呃对外的一次军事远征，在所有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因素中，单纯的宗教狂热啊、呃、必须被视为是最重要的因素。其实除了这个宗教狂热以外呢？ 呃，直军功能的起因啊，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拜占庭的衰弱使欧洲东部的屏障啊遭到了削减，在这样一个穆斯林另外一个部落的兴起，这个部落就是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塞尔柱突厥人。那么这个土耳其人在里海沿岸崛起的时候啊。 阿巴斯帝国已经开始进入它的尾声。阿波阿巴斯帝国对呃欧洲的军事打压已经不是非常强了，但是土耳其人接过了阿巴斯人的这个呃接力棒，继续对呃拜占庭进行一个打压。我们知道，在拜占庭帝国衰弱的那几中讲过，当巴西尔二世这个是马其顿王朝的赫赫有名的君主，他实现了拜占庭的中心。 但是在拜占庭失去巴西尔二世之后，他就开始迅速的衰弱了。仅仅几十年之后，在迈尔这个地方叫呃曼奇科尔克战役中，那么这个战役中呢，这个、呃、拜占庭的皇帝和塞尔柱土耳其人打了一仗，结果是全军覆没，连皇帝都被俘虏了。呃，这样一一下来的话呢，这个拜占庭呢就顶不住土耳其的军事压力了。 他们就开始向欧洲的兄弟求救，所以拜占庭当时的皇帝是呃罗曼鲁斯四世，他在位，他就写信给教皇，当时的教皇就是赫赫有名的格里高利七世，我在前面的节目中讲过，这位教皇非常有名啊，他确立了中世纪教皇制度，而且他也把手上的三大国治理的服服帖帖。 这三大国就是英法德，他们也是后面十军东征的一个军事力量的主要来源。那么他就写信给这个格里高利骑士，呃，他说这个皇帝陛下，呃，对不起，说错了啊，教皇陛下，我们现在这个国家面临的巨大危机，土耳其人很快就要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因为小亚已经失去了天然屏障，已经没有了，那我们非常吃紧啊，虽然在。 呃，而希腊人的眼中，他们是看不起欧洲的野蛮人的。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才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他们是东罗，他们是希腊本土的文明的继承，也是罗马希腊文化的一个直接继承者。所以他们呃觉得我们向野蛮人求救啊是逼不得已，是因为土耳其人马上打过来了。这个时候，其实格里高利其实也有自己的算盘。他虽然觉得我们现在基督教社会挺好的，我们西欧现在是处于一个蓬勃。 呃、啊，日日蒸蒸日上的一个阶段，而且西欧也解决了他们的后患之忧，比如说，呃，北欧的维京人已经皈依基督教，在几百年前，从九世纪开始，呃，东欧的这些蛮族也逐渐的皈依天主教，包括南欧也收复了，这个我在上集中讲过，所以他们的饺子基本上已经全部解决了，那么只剩下一个东边的穆斯林，那么教皇。 在这个时候，其实，呃，他考虑的还不是单单的这个，我帮助拜占庭能出兵啊，把你们给呃土地给抢回来。呃、啊，教皇想的是，呃，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地方啊，现在还在穆斯林手上，包括我们圣城耶路撒冷现在也在穆斯林手上。我们想通过这样的远征，顺便帮助你拜占庭夺回亚洲的失地。 我们也打到圣城来光复圣城，所以这个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它是一个光复圣城的运动。所以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它有两个原因，我在这边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原因是，呃，拜占庭皇帝希望西欧的基督教会来援助拜占庭帝国来夺回亚洲的失地；第二个原因是，教皇希望收复巴勒斯坦的圣城耶路撒冷。其实我觉得。 对于西欧来讲，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他想收复圣城，这个是他们四军东征的最主要一个原因。那么，其实呃，从这个原因来看呢，呃，教皇和东部皇帝之间，他们本身是不和的。他们在长达几百年的争夺中，一直在抢这个呃宗教领袖的地位。因为皇帝始终认为你们西方是野蛮人，我们才是正宗的罗马。 好，这个呢就呃搁为一谈了啊。不过呢，真正实现战争动员的不是在这个格里高利七世手上，因为格里高利当时他并不是完全掌握了局面，他还有一个东法兰克王国，就是后面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后面的几位皇帝不是不听教皇使唤，经常把教皇给换了。啊，格里高利七世呢是一个比较有才人的教皇，我在前面介绍过了。 所以他就把皇帝压制住了。当时的皇帝是亨利四世，我讲过一个故事，对吧？亨利四世是徒步在雪地里走了三天，等教皇的赦免。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没有解决他的后患之忧啊，而是他他的接班人乌尔班二世对西军东征进行了第一次动员。那么这个时间呢是在1095年的11月27日。 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奥佛列山中的克勒芒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这个地方现在在法国。这个宗教会议上，他来鼓动欧洲的基督徒发动圣战，进行私域东征，他是这样讲的：穆斯林的胜利是基督教世界的耻辱，欧洲的贵族应该停止相互之间的不断冲突，把他们的利剑转向基督教的敌人。 帮助东方的教会，这里指的是拜占庭东正教，收复圣城耶路撒冷，这将是一场圣战。所有在这场战争中死去的人将获得进入天堂的奖赏，因为他是教皇，因为他说的话。 啊，基本上代表神的意志，嗯、呃，这个话我们听起来，现在听起来，大家觉得是不是脊背发凉啊？是不是像某些宗教他所宣扬的圣战一样啊，在天堂中会得到永生，会得到多少多少个处女，是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啊？当时，嗯、呃，在宗教狂热的指引下，欧洲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想的。那这就是教皇所做的一个动员。 然后呢，乌尔班二世呢是由呃游行，就是周游整个法国，然后进行十字军东征的动员。那么其他的主教、大主教呢，也通过各种途径号召欧洲的基督徒们去从事神圣的事业。尽管乌尔班二世呢不了解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地形、气候和土耳其人的军事力量。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空想家啊，他有他的策略，所以呢，他派出认为自己最好的部队，当时欧洲能拿出来的就是重装骑兵啊，他要贵族们组建欧洲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去援助拜占庭皇帝啊，顺便帮你夺回亚洲的失地，但是这不是主要目的，我讲过了，主要目的是什么？主要目的是夺回圣城耶路撒冷。 那么这个呢，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个大的背景啊。这些重装骑兵呢，最后呢就逐渐逐渐的开始聚集，开始组建。那我们看他的组成啊，看他的组成。那么在教皇认识的贵族们呢，并不是响应他的号召，并且贵族们各个有各的打算。 是吧？英法德的国王皇帝们就不这样认为，他们想你这交往真阴,阴险，派我们出兵去火中取栗，给拜占庭皇帝去呃当差使，然后帮他们夺回势力。呃，我们是献人献地献钱，而且交往是没有钱的。 他是这样规定的，你们这个出兵出人，你们自己解决你们路上的盘缠，解决你们的路费，解决你们的军粮供给，实际上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那些大贵族肯定是不愿意出来的。但是我在上集中讲过了，大贵族们不愿意，但是大贵族的兄弟们、骑士们愿意啊。那些无地的这些贵族们是愿意的。教皇是这样讲的，你们夺回来的这些领地呢，就归你们所有。 啊，这样的话呢，呃，大家就有这个动机了，就有这个动力来源了。我们去呃把圣城夺回来，顺便教训教训穆斯林，是不是这样一个道理？好了，那么这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呃大致的情况啊。然后呢，他任命呃热皮主教阿西马尔为大军的领袖，男爵们组成一个显赫的军事集团，其中有英格兰的国王、法兰西国王的兄弟、诺曼底罗伯特公爵和呃维芒多瓦。 修伯爵，这些就是这个呃，这个呃,呃，比利时和这个法国北部的这些区域，弗兰芒人就比利时人和帝国西北封地的人们，由弗兰德斯伯爵和呃，这个弗兰德斯伯爵很有名，叫鲍德温啊，鲍德温为什么我他说他提他的名字呢？因为后来在耶路撒冷，他真的把他攻下来了，而且鲍德温和他的兄弟就建立了。 呃，耶路撒冷的萨丁王国，这个我们在后面再提。和他的兄弟洛林公爵，呃，布隆的佛雷领导下，法国南部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部队。这支部队其实是当时这个欧洲西欧基督教世界中军队最强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西班牙跟跟这个呃这个摩尔人，就是摩洛哥人，摩洛哥的穆斯林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争。 就他们是有非常有这个军事才人的，他们一直在受到这个军事实战的这个检验，所以他们应该是这次私运东征的绝对主力。那么这些呢，就是组成部分，主要是这些贵族们的兄弟，呃，子弟团这样一个概念。当时还有很多的无地的农民，他们也参加了这个私运东的但他们没有马呀，是不是？因为你要组成骑兵部队嘛，所以大部分最后的呃这个。 根据这个呃史料记载啊，真正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兵是很少的，大部分都是些游兵散勇，都是这些步兵去呃参加了这次圣战。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这个嗯身无分文的骑士，敢于冒险的农民，呃他们呢其实什么都没有，啥都没准备，没有铠甲，没有马，呃当时骑兵出征呢是要带三匹马的。 啊，一匹马是他自己，呃，骑着啊，他身上的盔甲、他的宝剑，还有一匹马呢是背着他的丈夫，背着他的这个呃路上的这些食品、水啊之类的。还有呢，就是他的一个随从啊，骑着他的马，到了什么地方安营扎寨之后呢，这些随从呢来伺候这个贵族，来给他洗澡啊，给他铺床啊，他们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无地农民就没有这么多幸运的事情了啊，他们就徒步走向拜占庭，走向耶路撒冷。 那么这些部队呢，大部分都是没有钱的，都是呃没有钱，的，就是就是身无分文。他们一路上的这个补给就靠什么来的？大家想想也想到了是吧？靠抢劫。所以他们走到哪里都是烧杀抢掠啊！说说实话，他们就跟一支这个游兵散勇的这个强盗部队一样啊！他们一路就朝着这个拜占庭去了。好，那么下面呢，我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戏剧性的这个经过。 那么才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在这个欧洲的东部掠夺啊。首先，他们的目标是匈牙利，因为他们要朝东去，是不是？那么它的组成呢，主要是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这个呃这个德意志的少部分这些贵族和骑士啊去了啊。据史书记载，他好像有这么十万人，其实没有啊。我们大致算了一下，他最后的人数呢，到达这个呃君士坦丁的人数大概只有这个。 呃，传说的数字是骑兵十万人，六十万步兵，这个根本不可能那、啊、他们根本就没这么多的人，也没这么多补给啊。大概有可能的是两三千名骑兵啊，一万名左右的步兵，这个是第一次十军中的这个兵力，他们总共加起来是两万人，但是正是这两万人却把土耳其的大军给打败了，把土耳其的几十万大军打败了。 啊，并且他们还成功的夺下了生城耶路撒冷，呃，这个也太具有戏剧性了啊！我给大家来读一读。那么，首先他们到达了匈牙利的这个边境啊，但是他们对匈牙利进行骚扰、进行抢掠啊，他们要补给嘛，所以匈牙利国王就不欢迎他们，就对他们进行了打击。你们赶快过去，不从这边走啊，呃，然后呢，呃，十字军呢就呃和平的通过了匈牙利。 那在保加利亚又开始抢夺，那当时保加利亚已经开始已经是属于那个拜占庭帝国了，保加利亚已经被巴西亚打败了，是吧？所以这个拜占庭皇帝也没有办法，是吧？我我是请你们过来当救兵的，你们烧杀抢掠那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让让你们去打土耳其人，是吧？你们就抢就抢呗。很快，呃，他们大概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呢，呃，到达君士坦丁堡城下郊外驻扎。 驻扎的时候，他们还是烧杀抢掠，他们没东西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这个皇帝看到咦不对了，是吧？阿利克塞当时是拜占庭的皇帝啊，看到援助他们的是一群游兵散勇，半武装的，而且没有任何纪律的一些匪徒啊，他就觉得非常的失望，是吧？呃，这些人都是瘟神呐、啊，我在这边骚扰我的这个公民，骚扰我的农民。 呃，赶快把他们送上船，我让你们去打土耳其人的是吧？所以他这个策略也是挺有意思的，通过海运把这些游兵散友们运到了小亚细亚，但是土耳其人在那边早就严阵以待了，很快就把他们打败了。那么这些人呢，就开始在拜占庭的这些要塞中呢，呃，寻求防御，等待援军的到来。尽管这些农民十字军呢，一无所获。 但是呢，他们仍然相信的就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他们相信，在旅途中，上帝会给他们带来希望，使他们战胜土耳其人。后来，这些先头部队呢，终于在一零九七年的年底，等到了后续的部队。后续的部队呢，就是贵族军队，就是这个后来动员的这个骑兵部队。这些骑兵部队呢，呃，在后来第二次实行东征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建制了。 这就是欧洲著名的两大骑士团，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一个就是圣殿骑士团，一个就是医院骑士团。医院骑士团就是后来医院的一个呃先驱了，就现代医院的先驱啊，就是那个红十字的医院骑士团。那么，但他们的指挥、他们的军事才人都是一塌糊涂的。但正因为这样一支军队啊，他们叫，说实话叫纳达纳“指哪打哪。 把土耳其人打的是落花流水，因为他们不按常理出牌，经常会突然的冒出来一支这个游兵散勇，把土耳其的部署搞的是七零八落。就这样呢，慢慢的他们居然把土耳其人给打败了，很有意思吧？那么当嗯布隆的呃戈弗雷和他的手下在。 呃，君士坦丁郊外进行抢劫和烧掠的时候呢，呃，这些十字军东征的人，这些军队呢，都到达了小亚。那么，以及说他们这个有深谋远虑的军事策略，但不如说是他们好运气啊、呃。这个东西我就呃，把它简单的介绍一下啊。当时的十字军选择了有利的时机，对阿巴斯帝国的西部边境进行了进攻。 那么这个时候的穆斯林首领呢，摆脱了巴格达苏丹的控制，正在互相的斗争，就他们正在闹独立，就被这些十字军中这个十字军这些将领们给趁虚而入。呃，居然非常有意思的是，他们先后占领了这个呃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啊、呃，居然还把它给打下来了啊，挺有意思的。那么然后呢，十字军不们考虑，这个十字军们考虑，他们正处于。 敌国的领土，所以他们采取了非正规的进军方式，把主力部队分成两部分，而这两部分呢，又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他们突然的汇合，在决战的时候，两支部队居然奇迹般的汇合了，然后对土耳其军队进行一次包饺子。谁也没想到，他们军队走散了，居然还会汇合，而且在恰当的时机，就是一支部队快要败的时候，另一支援军出现在土耳其人的后方。 这个很有意思的，像一个巧合一样的安排。那么这次战役呢，叫多利刘姆战役。这次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把土耳其人打得落花流水。那么在精神上击溃了土耳其人，使他们不敢继续向安条克进攻了。那么十字军东征这次的胜利呢，完全是一次好运气。呃，然后呃，这些将领们就通过。 呃，汇入这个土耳其的指挥官，呃，宣布此城归他所有，抢来了安条克亲王的封号。然后呢，呃，没几天之后，这个土耳其的援军到了，又把这个城给围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奇迹出现了，守城的军队发现有一只伟大的圣物出现，就是耶稣受难时穿过他身体的那只长矛，大受鼓舞。 在一零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们出城迎战。这个时候，土耳其人又犯了一个错误，他们背着水来扎寨，结果又被十字军打了一个落花流水。所以，土耳其人其实在呃这个第一次十云军东征的几次战役中，是老是犯这个低级错误，最后被这个十云军东征纯粹靠运气赢了三四回，结果就完全的失去了战略主动。 好了，这个已经是一零九八年的事情了，这个离他们出发已经两年了啊，又过了半年，一零九九九九年的六月，呃，这支军队终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啊，他们对这座空城进行了围城，呃，一个月之后，七月十三日，他们胜利的进入了圣城，接着就发生了呃人类历史上一次非常重大的事件，他们对圣城进行了屠城，他们把当时。 呃，所罗门圣殿的一万亩死人全部屠杀啊，这个这个是当时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次事情啊。呃，所罗门圣殿里面的血液呃深过角罗啊，呃，即使没有热情的夸张，编年史学家们也是称呼这次是上帝的惩罚，也毫不例外。呃，这个呢就是我所讲的斯金东征的一个整体过程第一次。呃，说实话，他们从 呃，动员到组成到这个最后取得胜利，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真的是有很多的好运气，而且真的我觉得在其中也受到很多这个上帝的眷顾，最后他们居然奇迹般的夺下了耶路撒冷，而后他们在十一世纪之后，十二世纪在耶路撒冷成立了耶路撒冷的萨丁王国，这个就是我们下一集要讲了的了，第二三次。 四军东征，这一次呢，我们将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电影，就是呃《天朝上国，就是天国王朝的这个一个电影片段，那就是第二次四军东征的一个精彩的一个故事了。啊，这个土耳其人，呃，这个穆斯林又成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就是法蒂玛王朝，他的君主也是赫赫有名的战将萨拉丁一世。这个时候，穆斯林又反攻了。我们下一集再讲第二次新东征。谢谢各位。